都知道胡元爱有个好老公，但有谁知道他其实还有一个渣前任。胡元爱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了，是日本国家队的一名乒乓球运动员，也是我们国家人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之一了。按道理说，别的国家的运动员应该都是我们的对手，但是福原爱真的是讨厌不起来，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。现在嫁给江宏杰，成为中国媳妇后，就更加的让人喜欢了。在某档明星夫妻参加的综艺节目中，福原爱和江宏杰两人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江直树和袁湘琴了，不管是颜值还是生活方式、性格之类的，简直就是一毛一样。而福原爱不管是行为举止还是说法方式、做事方式，都透露出可爱。这么可爱的妹子，真的是女生都不会讨厌的吧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福原爱和丈夫江宏杰两人十分的恩爱，而江宏杰也是一个好老公，对福原爱也是十分的宠爱。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，其实福原爱之前还有过一个渣前任呢。说真的，小编至今只知道福原爱和江宏杰的恋情，还真的不知道可爱的福原爱之间还被渣前任伤害过。据悉，福原爱的前任也是一位国家运动员，是日本的网球运动员，曾经因为颜值被大众熟知喜爱，在运动界仅之归有着非常高的人气，曾经多次在各大活动中获得好成绩，冠军更是获得过无数次了。在去年的时候还入选过美国福布斯全球百位名人榜，他排在第92位。据悉，曾经福原爱和锦织圭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备受争议，最后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花心。当然了，花心说的当然是锦织圭了，再加上两人因为训练和赛季聚少离多，久而久之也就这么分手了。其实知情人表示，锦织圭一直都是花名在外的，不过没有这一段失败的感情的话，说不定福原爱还不一定会嫁给这么好的老公呢。可能正是因为曾经遇到过不好的另一半，在遇到江宏杰后，福原爱才体会到真正的爱情，才会毅然决然的嫁到中国来吧。现在福原爱也已经正式的退役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准备生小爱了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渣前任，只要现在幸福那就好了。而现在江宏杰对于福原爱的宠爱，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对于都知道福原爱有个好老公，谁知道他其实还有一个渣前任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